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，曾让人魂绕梦牵，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，也藏着万丈深渊。聪明的愚笨的善良的人，都是你熟悉的人，在山坡在悬崖在巅峰云端，在这人世滕子京未死，乃监察院另有安排。朕都知道，不算欺君。司法审案是京都府的事儿，皇家子弟都自个儿回家，少管闲事。谨遵圣谕。太子殿下。范闲冒昧，有一件事儿想请教太子殿下。讲。之前范某在儋州被刺杀，不知太子是否知情啊？梅大人在，陛下传你入宫。现在怎么着？大人有所不便？不敢，臣遵旨。那就随我而来。是。这位侯公公，范公子有话说。那我们这边呢？这审案子的人都走了，自然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京都府不大，总有见面之日。我送你回去。范公子前途如锦，李李不敢纠缠。改日，醉仙居再见。究竟是谁？我不问你的来历。那我也不知，公子曾经离开，只记得和你的一夜春情。
出去再说。公子，没办法了，这案子呀，也就这么了了。你假死是监察院安排？当然不是了。哎，那皇上干嘛下这种口谕啊？我哪知道？难不成是皇上赏识你，替你解围？我入京才几天啊，见都没见过陛下，他赏识我什么？那此事确有奇怪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也算是死而复生了，从此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生活在阳光下。什么打算？还真是，先别说我了，回去报个平安吧。若得闲的话，来我家里坐坐。好。范闲，范闲，我在家里等你。怎么回事？我听说宫里都来人了。跟你气质特别配，威风吗？掌柜的，今天郭家少爷可有来？您还不知道呢，听说昨晚郭家少爷被人打了一顿，卧床不起了。郭宝坤被打了？那他身边的书童呢？可有受伤？郭少爷出门从来只带打手，什么时候带过书童了？你确定？郭少爷可是我们议事局的常客，我可从来没见过他有书童。婉儿难道认错人了？也不知道那打人的范家少爷会不会认罪。你说什么？那打人的是谁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审完了。京都府尹给范闲少爷判了什么罪？哪有什么罪啊，这醉仙居的司礼李姑娘当场给做了证，说范公子啊当晚就住在醉仙居，根本就不可能去打郭公子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小孩，问你个事儿，那边是不是有个村子啊？夜里来过一次，差点不记得了。谢谢啊。真香。小朋友，把你糖葫芦给我看看。药量不大，吃多了只会拉肚子。等会儿，你先告诉我，这糖葫芦谁给你的？你别这么看着我。这样，这给你，这归我了，好不好？不过味道还是可以的。你没回家啊？让范思哲回去报信了。坐。哟，给你儿子做的？男孩子嘛，总爱这些东西。挺好，做的精细。孩子没见过我，连声爹都没叫过。想必是你多年离家的缘故。我欠他的。以后就好了，以后你也不用再躲着了，皇上都知道你活着。你不是说想离开京都吗？可以开始准备了。去哪儿了？你自己想啊，想好了告诉我一声，我帮你准备车马。京都水深，早日离开也是好事儿，省得你家人整天为你担惊受怕。哦，你呢？我的鸡腿姑娘还在京都，我就不着急走了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呢。你还没见过我的家人呢。哎呦，我来的匆忙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。不必了。
孩儿大娘，范闲来了。见过小范大人。叫声大人生分了，若论辈分，我该称您一声嫂嫂。大人身份高贵，这可不敢当。监察院门口那块碑写着：“人生来无贵贱之别，何谈高贵？”哼。哎，儿子呢？高峰跑回来。来，有客人，打声招呼。见。 陛下，没执礼道。请。陛下，坐吧。臣不敢，臣惶恐。恭敬不如从命。坐。这不是在殿上，朕让你坐，你就坐。谢陛下。哦。 你爱喝蜜浆，陛下重恩，臣感激涕零。今日不论君臣，只算故交。坐吧。 记得初见之时，有潜龙之时。看现在，你也两鬓斑白了，岁月追人，在所难免。诸多老事，辛苦你了。陛下，这是臣的本分。当年，臣只是虚职一个，若不是陛下重信，哪有今日？你还记得？ 臣记得，陛下初登基时，人人都说京都府尹掌经济诸事，历来都是皇室子弟兼任。若不是陛下独排众议，把这千斤重担交在臣的肩上，若不呕心沥血，怎么对得起君恩万亿？这些年，做些事。 一直是这个念头驱使，不敢懈怠。往事历历恍如昨日。朕总在想，君臣一番，总得有个善始善终。只可惜呀，事往往不从人愿。陛下，臣知罪。 聊着聊着，天怎么聊起罪来了？何罪之有啊？我不该审范闲。有人地状，你作为京都府尹，当然该审。公堂之上，太子驾到，臣乱用刑法，乱了分寸。东宫驾前，你很难办，朕也能理解。当年你就任之时。 你的第一个奏章曾经写着：“为臣最重要之道是忠。”陛下，老臣或许有昏庸无能，可我对陛下的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。没之礼。我听说你有看面相之祸福的本事。不，来，给朕看看。我。
看看朕是不是大限将至。陛下何出此言呀？朕若死，你投靠东宫还来得及，做个三朝元老也算是一段佳话。陛下呀，老臣对陛下一片至诚啊，绝无此志。一片至诚？东宫抓滕子京是不是你派督府调查的地址？是不是你派班头抓的人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是朕听信了传言，朕应该给你赔不是。陛下，臣之罪，臣罪该万死，臣愿领国法。作为老臣，如果用国法治你，岂不是朕薄情寡义？臣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呀？今日臣回府，大概会失足落井，只是此事家中人一概不知，还请求陛下宽容啊。好了好了，蜜浆还没喝呢。不要怕，朕陪你喝。梅芝礼，朕还是念老臣的情分的。回去不要跳井，上一份奏书，就此告老还乡。明天不要起得太早，朕保你荣归故里，平安一生。谢陛下宽仁，老臣悔已晚矣，只求陛下保重龙体。陛下保重。让监察院盯着这个梅芝礼，在他回乡的路上做成马匪劫杀吧。老都领旨。今日堂前范闲种种行事已传遍京都，听说了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当街打人，青楼名妓为情受难，热闹非凡呢。范闲作诗确实不错，只是为人过于嚣张无礼了。如今人人都知道范闲侠妓之余又当街打人黑拳，若是婉儿嫁给这样的人，只怕会丢皇家的脸面。你还是想拒绝这门婚事？君臣有别，此人在堂上对太子都不怎么尊敬，若是将来他真要掌管内库，恐怕也是隐患。我有些乏了，你下去吧。
这孩子一直不愿意让婉儿嫁给范闲，不过他的话也有些道理啊。这范闲的名声如今确实有瑕疵，这桩婚事恐怕是不太合适吧。太后可下懿旨，退了这婚事便是。还是留待圣裁吧。你怎么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问太子儋州刺杀的事？我想知道，所以就问了，结果他什么也没说。他有那个替你扛下酷刑的司礼礼，现在全城人都在谈论你们俩的私情。他扛下酷刑可不是因为我。姑娘，外面啊又来了好些个少年子弟，都是慕名而来，想看看你的风采。借着皮肉苦赢得身前名，从今日起才算在这京都真正立下脚来，这伤也算值了。你要打过保坤打便打了，可你偏偏泄露行踪，而且事先安排好醉仙居人证，你惹出种种事端，就是想让所有人知道你好色跋扈。说的都对。为什么？悔婚。你不想娶林婉儿。我跟您说过，鸡腿姑娘，娶了林婉儿才能夺回内裤。遇到个人不容易。内裤是你母亲创建的产业。我觉得他会更希望我幸福。你不是说想离开京都吗？可以开始准备了。去哪儿？你自己想，想好了告诉我一声，我帮你准备车马。京都水深，早日离开也是好事，省得让你家人整天为你担惊受怕。行李收拾好了，嗯，明天我们启程离开。去哪儿啊？天下这么大，何处不能去呢？总比留在京都好。这么些年了，一直说想要离开，心心念念的，到现在才碎了心愿。看起来并不高兴。去吧。去哪儿？去见他一面。不管你做怎样的决定，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。灵儿，你可不能骗我。千真万确，郭宝坤根本就没有书童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还有心情关心书童？你知不知道那范闲现在名声都成什么样了？上次车里藏着个唱曲的，这次又和醉仙居的司礼礼纠缠不清。你堂堂郡主怎能嫁给如此不堪之人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想办法退婚。天色已晚，你早些就寝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你若不是书童，那会是谁呢？听说婉儿登门想要退婚，那范闲不知礼数，却未曾碰面。看来这孩子对这婚姻是极厌恶了。
只是太后那边始终不松口。他们只求国事，有谁在乎过婉儿的心思？殿下晋升。辛苦你，出趟宫，替我传个话。退婚？是，殿下说，这婚事本就不是他心中所愿，如今见那范闲荒唐，更是不喜。虽然这时宫里并未松口，但殿下定会设法筹谋。要郡主不必担忧，这婚约定要退了，绝不会让郡主随便嫁。那应当当面感谢。殿下说，让郡主养病为重，不必奔波。那你替我多谢母亲大人。奴婢知道的。还有，殿下还问，郡主可有心上人？哪有什么心上人啊？那奴婢就这么回禀了。啊，那婚约若是要换人，对身份可有什么要求？殿下说了，只要是你心中喜爱，身份不重要。那若只是个书童呢？自然也是无碍。书童啊，只是随便一说，并无特指。书童？哪家的书童？是有些古怪。按理说，郡主多年养病，极少交友，就算来往，也都是闺中女伴，实在没理由遇到什么书童才对。啊，去查查吧，看看哪家的书童见过郡主，然后先查清楚人品来历，再谈然后吧。是。五柱说，难道你就这么消失不见了不成？最近发生太多事了，每一个抉择我都不知自己是对是错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？你为什么抢我儿子的糖葫芦？我白天都跟你解释过了，我不是抢你儿子糖葫芦，那糖葫芦里边被人下了药，我是为你儿子好。你还咬了？我那是试毒。我觉得你蠢啊，是要需要自己亲自咬吗？自己死了怎么办？那点药毒不死我，我毕竟是废界的学生。更蠢的是，公堂之上你居然公然质问太子。我只是想知道一个真相。知道了又怎样？没想好啊。所以我说你蠢呢、啊、你以为站在二皇子的麾下太子不敢动你？我又没偷考罗儿。那你就蠢得不能再蠢，连个靠山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大哥，你这么晚跑到我们家来，就是为了骂我一顿过瘾？我不走了。什么？你不离开京都了？你那么蠢，我走的话怕你自己在京都没法活下去。你自己不是一直说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吗？五十两。什么？每个月你给我五十两银子，不许拖欠。哦，我儿子也要念书了，你要靠范府的门路给我找最好的先生。哦，还有，你要给我两亩地，土要肥，外加一头牛。接下来这段日子，太子随时可能对我动手。因为你蠢。你在这种时候留下给我当护卫，银子、地、牛，一样不能少。你想好了，京都不是山地，不讲价。那好，成交。Thank you.
疯了吧你？起来。哎，我说，你知道是谁给你儿子下的药吗？我？你？对啊，他爱吃糖，怕他坏了牙齿，给他下点毒，如果吃多了便会肚子痛，这样好控制些。你就因为这么点原因给自己亲儿子下药？那我也不能拿真刀下他呀。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我是初为人父，万事总要磨合。你儿子命苦，我儿子幸福。他喜欢我给他做的木刀，我后边还在想给他做木剑、木弓、木飞镖，给我想个主意，先做哪样？你给人家做个木马不行吗？那要配个木长矛，不是骑兵，是普通小孩玩的那种木马。你这个人怎么干什么事杀气都这么重啊？跟小孩交往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童心，把自己变得天真，才能拉近跟他的距离，懂不懂？那你为什么要抢我儿子的糖葫芦？我都说了我没抢，那你咬了？那是试毒。我觉得你蠢。我毒不死。你真的很蠢。好吧，蠢。陛下，太后差人过来，让陛下早些歇息。还说些什么？还说范闲在堂上对太子并不恭敬，虽未说明，话里话外还是请陛下再考虑考虑郡主的婚事，毕竟也算皇室联姻，总要谨慎些。他若是对太子恭敬了，岂不和梅之礼一个样子了？你说他和老二走得有多近呢？二殿下，今日虽也去了京都府，但总觉着故意为之。啊？这样一来，太子殿下自然认定范闲已经投效了二殿下，太子慌乱之中怕要出手段，到时候难免被二殿下抓住把柄啊。朕的这些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几位殿下心思缜密，都是上上之选。你说他们谁骗得了谁呢？老奴不敢妄动啊。戏没唱完，台别拆，接着让他们唱。侯公公啊，在。你最近的舌头可是有点长。这么早找我有什么急事啊？殿下恕罪，我一早便在此候着，怕惊扰殿下。长公主让我告知殿下，昨日梅大人告病求辞了，在回乡的路上被当作马匪劫杀。长公主认为此事是陛下。这事儿怪我，急着给范闲定罪，却牵连了梅之礼。长公主还说了，范闲只怕已投于二殿下门下，假以时日，怕他成了殿下的心腹大患。我倒觉得未必。以二哥心性，若范闲早已投效，他不可能亲自登场。他越是往前站，越说明范闲呀，仍未归心。长公主认为，就算如此，也不能让范闲真的夺了财权。你回去转告姑姑，如今看来，陛下把范闲调来，恐怕是当作鱼饵。若再对其下手，必须一击致命，且不能再借官场助力。这事儿急不得，我再想想。
你怎么又出现了？范闲不是说你要走吗？重新谈了价钱，又回来了。他人呢？我爹叫去了。嗯。这一大早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为何知道？也是。哎，问你个事儿。范闲一个月给你多少银子？您说什么？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不是不明白，是我不理解什么叫我跟林婉儿婚事不变。就是说你还是要娶她。不是，我都闹成那样了还不退婚？听说后宫里都对你不满，连太后也看不上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叫维持原状啊？陛下口谕婚事不变。我来算算这关系啊，长公主是皇上的妹妹，林婉儿是长公主的女儿，不是血亲，但名分没错。那也就是说，皇上就是这林婉儿的亲舅舅。是，父亲大人，这就咱俩，你私下跟我透个底。什么？咱这陛下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放肆！我都这样了，他干嘛非上赶着把自己亲外甥女儿嫁给我呀？陛下圣裁，自有深意。那我鸡腿姑娘怎么办？忘了吧。真给你50两啊，范闲，你一个月给他50两银子？你问这干嘛？还给他买地，还给他买牛，我一个月都拿不了50两啊。那个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让他当少爷，我给你当虎。你少跟我废话，我正好找你有事儿，就让若若跟我出去一趟。干嘛呀？抢老婆。你给50两，我考虑考虑。行，姐，你也不问问要去哪儿就跟着出来了，为何要问？咱总得知道干嘛去吧。哥哥自有打算。他要把你卖了，你也跟着去啊？卖了也有哥哥的道理。范闲，你到底为了我姐姐吃了什么迷魂药了？我姐可是京都第一才女啊，怎么在你这儿就跟傻丫头似的？确实应该交代一下。若若，你是姑娘家，待会儿见了你嫂子拉上就跑。嫂子？我先娶了我那鸡腿姑娘，看他们怎么逼我成婚。哥，我们去哪儿？靖王府。还好我知道她是靖王家的丫鬟。开始了，来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走到这儿，是这个吗？这个，加一位，加一位，加一个，还行，哥，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你是这府上的？哦。你成亲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叫什么呀？好，下一位。
行。这种事儿吧，都没有。没事没事，等着啊，第二批。挑你，哎，走走走，不怕不怕，走快走。再说，好，不是，快走走走，不行，我哥不想看着。来，还没有啊，别着急，哥，还有一批，下一批，来。没了，都在这儿了，都在这儿了。不可能啊！我那天诗会明明看见了。诗会那天来客众多，你要找的丫鬟不一定是我府上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恐怕就不好找了。那我要是一家一家登门拜访呢？那恐怕会被打出来吧。